量一下血压哈。现在身体侧过来，那个手臂的位置高过心脏，这样不知道行不行？109/63，好，我再把它放平看看。109/63。7.57。放平看看，妈妈，我们放平来看，放平来，再量一下。下去，我下去，这边是154、71、77，是同样的，所以表示呢，刚刚那个血压那个量的方式是不对的，所以有不同的。好，你现在听到妈妈的这个呼吸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急促。